其实有把我放在心上。我原本想说今天就要结束这段感情了，想不到已经在计划等两个人的未来，看起来是我误会他。金先生，我家了，咱改规划成休闲空间，碰夜家，视听设备坑一家。咱拢厝的时阵哦，咱就用坐碰椅，做伙看电影、唱卡拉 OK。我叫燕君哦，隔音设备做上好，安尼你就当大声唱歌宣泄压力。啊，那是不够哦，你就怕我啦？我保证，我不会还手。倩倩，你想怎啦？我拄只都讲唔对，还是讲你即马就想要怕我？好啦，你怕我啦，我知我去看怕啦。来啊，我忍袂住。我想要跟你分开呢，要不咱去到旅馆好啊？安尼唔好啦，那万一恁爸知影，一定要帮我甩啦。阿哥，伊蓝总监呐，一定敢定死死。先生，我离咱厝已经买啊，刷下来啊，阿得用正式跟大家宣布这件好代志。这时阵哦，卖阿带为咱烦恼，才袂食金龙盼望。今日对我来讲，是我上悲哀的一天，也是我上欢喜的一天。原本我想讲，我已经拍拼这么久啊，阁无法度把你的心留在我的心上，所以我打算要跟你讲分手的。不过今麦我知影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搞猜疑，我无应该阁怀疑你对我的感情啊。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你有一个完美结果，我认做个够。啊，不过，麻烦你体谅我啦，我即马暂时无法度接受恁爸的安排，我无希望别人讲我拢是靠丈人。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自己拍拼看卖好不好？当然好。不过，也请你体谅我，你爱随时让我知影，
你会醒来有我，莫讲互我有白想啊，安尼我嘛较有安全感嘛。好，我保证。晚安。晚安。这样一段就跟他尸体下面赶快